本分局接获报案，在高雄市桥头区成功南路段，无姓男子驾驶租赁小货车，沿成功南路直行，至市容南路口时，恰逢同行行驶的淑女为闪避路过的车辆，偏往内侧车道行驶，发生碰撞，机车后座的淑姓女子当场受伤倒地，经救援到场评估，已明显死亡。据了解，双方均无酒后驾车情事，详细肇事原因，警方目前仍在调查当中。